我们准备的摇摇请乐团为我们带来压轴歌曲啦。那也谢谢我们今天最辛苦的乐团老师，谢谢我们的玉哥，谢谢小景，谢谢我们的玉仪，谢谢子琪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Fabi， 谢谢。是的，这首歌曲陪伴我们现场朋友您回家的脚步，祝福您阖家平安、幸福安康，再度重相逢，送给你们。说人生如梦，我说人生如秀，那有什么不同？不都一样朦胧？朦胧中有你，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。你就在我的世界，撑起了彩虹。简单爱你，心所爱，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。所有话都为你开，所有情故都为了你安排。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是否前世就已经深爱过，想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。谢谢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，再次请代表我们的主办单位四府参天宫，诚恳的感谢所有与会的各位长官贵宾，也敬祝各位都能够在我们的关山帝君保佑当中，事事顺心，事事如意。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，所有话都为你开，所有情故都为了你安排。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是否前世就已经深爱过，想到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。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是否前世就已经深爱过，想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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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度重相逢。谢谢，再度重相逢。谢谢，希望很快的时间呢，能够再度看到我们所谓的每一位好朋友。那今天晚上也要再次特别来谢谢我们的主任委员吴慧斌吴主委，阿玛帅丢丢的端来的是我长天宫那内管理委员会重金属团队，为大家来打造一个这么隆重、这么欢快的一个平安晚宴。那么呢，舞台上也再次谢谢我们最辛苦的乐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舞团老师，谢谢我们的音控，也谢谢我们的舞台车 DJ 老师，谢谢我们今天现场呢为我们辛苦转播的所有摄影老师们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跟上来所有行后来的中后赛团队，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，来自于亚洲电台92.7的法比，也祝福各位都能够顺心如意，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谢谢各位，小心伴奏，晚安，拜拜。